击败 TSM， 闪电狼成功晋级至英雄联盟 MSI 四强赛。英雄联盟 MSI 小组赛预定赛程结束后，便来到台湾队伍 Flash Wolves FW 与北美队伍 Team Salamid TSM 的加赛。欧洲 GR Esports GR 虽与 TSM 和 FW 同战绩，但因先前与 FW 的赛局为两战皆胜， TSM 与 FW 的对阵皆为一胜一败让， GR 得以直接以第三名之姿晋级至四强。赛局直至四分时， TSM 于下路进行夹击， FW Betty 过于深入凿， TSM 把 Art Frost 用特化面结控场，让前来夹击的 TSM Skanskaren 取下人头获取首杀奖励。六分后， TSM 便在中路和上路升上六等候，五人全压下路二度击杀 FW Betty， 但 FW 也趁住 TSM 全数集中于下路时取下了上路防御塔，用守塔奖励取得小幅度的经济领先。十九分时，FW 朝中路发动攻势， FW Betty 率先发出魔法水晶剑控场后， FW Maple 再以编织者之墙阻断后路，取下了 TSM White Turtle 与 By Art Frost 的人头后， FW Caster 也使用了神龙摆尾枪 TSM Skanskaren 体质， FW 队伍中央给予围杀，取得了零换三的战果。二十九分时，火龙重生，双方队伍于龙区发生会战，但 TSM by Durst 在第一时间遭到 FW Miklo 以编织者之墙阻断，让 FW 以零换二的战果赢得小龙区的会战以及火龙加成效果，也集助该次胜利取得的优势。在三十一分取下把龙，对上路发动了一波攻势，取下了 TSM 兵营。FW 靠住八龙加成状态下重创 TSM 的防线后，也接住在35分拿下了远古巨龙，进行第二波攻势。 TSM 尝试防御，但在控场无效倒坦后，让 FW 一鼓作气攻进主城，取下了胜利，成功晋级至英雄联盟 MSI 四强赛。